晚上好，我是佳顺，今晚开始来跟进最新一周的燃油价格。燃九十七、九十五和柴油价格保持不变，分别维持在三零级八十一仙、二零级零五先和二零级十五先。接着来关注五年前轰动全国的金山八名少年骑文星轿车遭撞死车祸上诉案。 陈审法官阿布巴卡今天在金山高庭宣判，二十七岁被告沈可廷疏忽驾驶导致他人死亡罪名成立，判处他坐牢六年，罚款六千令吉，同时服刑完毕之后吊销驾驶执照长达三年。由于此事件发生在二零一七年二月十八号，而司机沈可廷是在同年的三月二十八号被控，因此有网民就好奇沈可廷是否只需要服刑一年便可出狱。 但根据阿布巴卡的判词，入狱六年是从定罪日开始计算，所以这意味着，如果沈可婷最后上诉不得职，将从今天起完整服刑六年。沈可婷的代表律师法伊查在法官作出宣判之后，要求暂缓服刑及保释，以提出上诉，但不获法官允许，并指示被告即日起服刑，直到上诉获批。 法医查事后表示，希望能够在今天内准备好文件，并在明天入禀法庭提出上诉。对这项裁决，行动党法律局主任兰卡巴辛认为，申可汀应该马上提出上诉许可的申请，因为他曾两次被推事庭裁决无罪，这让人质疑他该不该被定罪。兰卡巴辛也相信推事庭对事实做了各种调查结果。 除非发现有被常理，否则上诉通常不会干扰。他也表示，高庭在不允许保释的决定上是否犯了任何错误，都有待先仔细研究判词才能够断定。针对沈可廷无法保释，直接入狱一事，多位政党领袖都站出来喊话，其中行动党副主席尼可敏以及穆达中央执行委员创始人林伟杰都以前首相纳吉为例。 尼可敏也语到，沈可婷被拒绝保释，但两度被高庭和上诉庭定罪的纳吉却可以自由地去他喜欢的任何地方。”林伟杰则质问大马的法律平等，他也认为少女们的监护人是负上责任。民政党署理主席胡栋强则直呼惊讶，表示了解法官的权利，但他好奇为何不允许保释。他也直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沈可婷应该获得公平的对待。 国内多个养猪场爆发非洲猪瘟事件引起关注，其中森美兰兽医局今天在爆发非洲猪瘟的猪虎丹纳美拉 A 村的非法养猪场展开了毁猪行动，并正式将该区列为非洲猪瘟区，促民众远离。涉及的猪农坦言，这次被毁掉的猪只大部分平均只有三个月大，其余还有少部分是成年母猪。另一方面，有消息透露，该农场近期共有十头猪只死亡。 三州行政议员巴克利日前透露，在当地的非法养猪区至少饲养了两千头猪，涉及的猪农至少有二十组人。除了森美兰，霹雳州行政议员拉兹曼今天指出，如今非洲猪瘟也侵袭了霹雳州，导致下霹雳县和马登巴冷县三家养猪场有多达三千七百二十四头猪只感染了猪瘟，需要被销毁。 同时，这三家猪场方圆五公里的六家养猪场则必须被隔离并进行检测。另外，霹雳州兽医局局长沙菲里指出，霹雳和彭亨所出现的非洲猪瘟源头来自山猪。该局在霹雳州的宋溪发现了感染非洲猪瘟的山猪尸体，然后猪瘟就扩散至美罗的养猪场。换个焦点，首相伊斯曼沙比利三月官访阿联酋。 两名外交官因为接待不当而被召回问责一事，在国内闹得沸沸扬扬。随着乌统副主席卡利诺丁促外交部长负全责之后，大马驻荷兰前大使诺法利达今天也透露，目前有一批前大使计划致函给外交部，抗议外交部以不当的方式处理该事件。也是马来西和组织 g 十五成员的诺法利达表示，许多前大使都对此事感到愤怒。 认为外交部长没有捍卫自己的下属，他也特别点名其中一位被召回的大马驻阿联酋大使莫哈莫达里苏菲安，指这件事上的失误跟他无关，因此他不应该受到如此不光彩的对待。诺法利达也直言，很多认识苏菲安的同僚都对他赞赏有加，说他是一位能干的外交官。新闻结束之前，欢迎订阅百格，收看更多精彩内容。我们再会。